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的娱乐视频。《延禧攻略》的热播让剧中不少的人因此再度走红，而出演富察皇后的秦岚也在其中。如今的秦岚虽然有37岁了，但是保养得当，令她看上去却依旧如同一位少女一般美丽，身材也很完美，这也使她成为众多时装秀备受青睐的女星之一。这不，秦岚现身上海时装周，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的她并不是来观看时装秀的，而是作为特邀嘉宾前往走秀的。这次秦岚为了给自己的好友古巨基站台，为古巨基创立的个人品牌服装作为压轴模特出场走秀。两人曾经合作过《还珠格格》，时隔多年再度重聚也是让人回忆满满。不仅如此，两人致谢时有说有笑，画面真的是很和谐了。作为好友，两人的相见自然是十分高兴的事情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两人的近况依旧还是很不错的。秦岚因戏再次走红，如今邀约不断，而古巨基虽然有一段时间没有出过歌了，但是在自己开创的品牌却生意红火，如今也算是事业成功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